OK， 褚遂良宴堂，我们接着讲第十四单元。那这个单元我们要讲的是横折钩的部分。那横折钩来讲的话，它的变化上其实是在横笔没有什么变化啊，横笔没有什么变化，横笔它唯一的变化就是细、粗、细这样子下来，这里有好像一个柳叶这样的一个概念。那也有可能是粗的到细的，哦，它就这两种状况。那粗的到细的，它有些是比较柔的，是点跳式的，哦，压提压这样点跳式的。那也有可能是一样的，从头到尾一样的粗细，但前面会略粗一点点。好，在横的部分来讲，大概这部分。最主要竖的部分呢，竖的它的走向方向会很多。那折的部分来讲，它压鸟过来，这里会凸出来，所以会有一点小移笔的动作，移过来以后再带下来，这会有点小凸。好，这如果说我们写内刮的时候，就是相背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，哦，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。好，起来顿挪，这里如果是往外，那这个地方就会有一点小凸。那下来以后，直接往左提起来就可以了，往左提起来，那可以写的扎实，这个勾可以勾得很扎实，也可以勾得很柔弱。哦，很果决，拉起来就好，这比较浑厚一点，这比较瘦一点点，两者都可以。那这个是这边的一个变化，哦，那勾的部分一个扎实的，一个比较柔弱的，一个只是一个拉提而已。哦，我也提起来，这里我有一个小勾而已，哦，这待会我们也会讲到，哦，这它的一个做法。那这是竖勾的部分呢，那如果变成是斜勾的部分来讲的话，也是一样，啊，过来要顿提，这里要是内刮，哦，要内刮，那可以粗细粗，我也可以从头到尾一样的粗，但是这直接就拉一个弧线下来。好，拉一个弧线下来以后，再直接往左上直接拉勾就可以了。所以在斜勾的部分来讲，有可能粗细粗，也有可能一样的粗，但是带弧度内刮的弧度去做，哦，带内刮的弧度去做。那另外它有一个有些勾，这个边勾一样可以做浑厚跟比较细腻的。那它有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它有点像硬切的话，这样过来以后，这里拉下来再带过来。这里会有一个空间，或者多了一个空间出来。我们以往都是直接压下去转过来，这个变成一个角度，那它这边变成是又多了一个面出来了，变成它这个横折有三个面，一二三，哦，它有时候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，一般都是在大勾的部分，哦，在大勾的部分。那它一样可以把这个线条拉直，不要说歪歪斜斜的。那如果拉直的话，会上细下粗，过来顿下来细下面粗，再拉勾。那勾的部分一样，微勾、长勾、浑厚一点都可以。哦，这部分让你们做了解。哦，那几个可能出现的横笔的部分，好，柳叶这样过来再压，或者说粗到细。或者说一样的细，哦，这横笔的部分。好，竖的部分它可以是提带弧度，哦，用这样方式，或直接切笔下来再拉下来，上细下粗再去做也 OK， 或者说直接拉得很细，哦，都可以。这三种姿态。那斜的部分来讲的话一样，横的部分我可以做得很细，再顿拉下来，这样的弧度 OK， 这样的弧度 OK， 一样的粗细，或者说我让它用这个弧度，但是造成一些粗细的变化，粗细的变化。好，那勾的部分来讲，大概就三种状况，一个是微微的勾而已，一个是比较浑厚的勾，
往左再先往左再拉提起来，一个是比较果决一点点的，那比较锐利，往左上接拉，好、哦，这三种勾的形式可以去做，哦、可以去做，哦，这在横折勾的部分三个概念，那我们就针对这六个字来讲。还好啦，他比我觉得比虞世南的好写，虞世南的我感觉较无写。来，月的部分你变来插了一关妹妹较刚哦，中间拉下来直的变细一点点，然后这边忽然间转弯，停住起来就好了，不要拉出去，他没有撇出去，他要停住提起来。那这边转个方向哦，转个方，牵着下去变出，好顿一下，往右下角挪一下，拉下来往内。再往外，好，直接拉钩拉长，那里面跟它平行，第二个拉平，三个姿态，这里是这样子的，这里是这样子的，这里是平的，大家这空间把它掌握好，这是它的一个变化的地方。好，第二个铜。来，左边的竖笔边呢，差不多蹲着右了，你看他做了一个提笔的动作，他是将压笔起来再拉下来，起来，那这边蹲一下提起来，好，切笔再拉细到粗，好，浑厚的拉起来，慢慢拉起来，那这边起来后接转回压，再拉过来，停住，回来，牵着下来，好，起来蹲。推上去落切拉弧度过来，那这边再从里面再拉出来，空间把它掌握好，这个空间把它掌握好。好，我们任何一个楷书都是一样哦，这个空间是一样的，这边边的空间也是相近的啊、也相近的。来门来讲的话，这边三个四个竖笔造成三个空间，这三个空间是一样，那这边一样顿拉下来。停一下，扭上去，哦，所以粗细粗，扭上去以后转个笔锋，顿一下起来，切，拉下来，好，停一下，这里停再推，好，对对啊的话，比它低一点点过来，空间了的话，这个空间把它抓好，空间把它抓好，从这里滑下来，好，停住，那我们可以这里先做，或者直接从这里带弧度。好，拉下来，拉，微微挑起来，那这里再关，好，再拉。那我刚刚讲的这三个空间，一二三四四个竖笔照整个三个空间把它做相近，哦，大小几乎是一样，这空间也是一样，哦，这空间也是一样就好了。高低是几乎是对应的啊、哦，这里对应这里，这里对应这里，一个一个对应，那高低这里落差会比较大一点点。我这边落差比较大一点点。来立的话，这个字要把它写得很果决，那个线条才能够带出来啊、哦。那一开始先顿，好，直接带过来，很快笔拉出过来，停住，扭一下，拉回来，好，带点小度，停住，再拉钩，拉钩起来，切下来就好了，好，直接弧度出去。这里是一个斜面。高低的部分特别去留意，这是低的、哦、那这里是一比一交接位置，这里是一比一，哦，这空间是等分的，特别去注意到。来，一，我又往左下角停一下，跳，那这边再按提扭拉下来，停。勾，那这边往左侧往右侧推，那这里起来直接从这个勾带进来一点点，从这里细细的拉出去，好，直接拉回来，顿斜直停到它的正下方，好，到它的正下方停住，直接往上可以带点小弧度这样拉提起来，好，停，好，让这里会比较圆润一点点。好，拉提起来一样，这个缝隙把这里等分，再拉回来，这里要一个弧度，那让三个空间去把它等分，
一二三，那这两个空间也是一样，哦，这两个空间也是一样，这里微带弧度推，这里两个是相背，好，哦，往内挤，往内挤就相背，那如果是这样子就相向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的做一个字物，来，这个是一个笔画还是两个笔画？两个笔画啊，有很当然可以把它写一个笔画啦，切下来变落停，往上挑，这里直接拉推出去，停住，对，上去推，再拉下来，带点小弧度，停，再拉钩，好，拉钩挑起来后再压下来，再往右上带上去，让这空间小，这空间大，挑上去以后。带过来，这两个一半，啊，往这个中间去挤，往这中间去挤，那跟这里几乎是等平的，好，切，那这边停一下，鞋子拉下来一样的粗，停住，比它略高一点点，那就好了。那这边停住以后，这往上微微带点弧度，这样拉起来，好，这样拉起来，那让这地方分三个阶段。再过来，细的、粗的、细的，好，细的、粗的、细的、细的、粗的、细的，让空间去把它等分，一、二、三。那这个地方有一个说，有一个另外有一个说法，说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要维持平行，啊，变成会写出来会这样子。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这样子的，那这个我们都可以去说，因为他写的不是说只有在这个地方有而已哈，那这里的空间会加大，然后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情形，这里跟这里是平行。好，哦，有这样的说法。那其实两个我觉得都 OK， 因为在其他帖子里面，它也有出现这里宽这里窄的，啊，哦，都 OK。如果说刚好在雁塔里面，它这个物是刚好这边是平行的，是 OK， 哦，是 OK。阿长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。